在怦然之间。嗨，早安。早。嗨，你在干什么？陪你上班。哦，哎，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我非常的不一样？约法三章的事你忘了吗？当然记得，服从你所有的条件，完成所有的工作，还有不能暴露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一样都没有违法。而且我还给你带了爱心早餐哟，香不香？那我再加一条，在公司跟我保持十米距离。遵命。什么高级飞船我没坐过啊？一个四轮子的车你拽什么拽？当我稀罕吗？上班第一天，保持好心情，开心愉快。没想到上班的氛围是这样的，以前只是来送外卖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正式成为一名都市白领了，全方位无底线靠近方的，挤满荷尔蒙，指日可待。我带您去您的工位。我的工位？好。哎，柴小姐，这是您的工位。这儿？这离得太远了吧？能不能帮我换一个位置？哎，放了。方总。他让我离他十米的距离，你能不能帮我换个位置，离他近一点就好了。我帮你。柴小姐不太满意他现在的位置，能不能给他换一个？这又不是他的公司，说换就换，不满意就走人。方总说。方总说这是全公司最好的位置，阳光舒适，四季通风，最重要的是离厕所近，特别方便。我觉得一点都不方便，我觉得离他近比较方便一点。你再说说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哦，谢谢。